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现在位于东京的惠比寿，面前的是最近在东京开店的 Peter Luger 海外的第一家分店，热度不减，一席难求啊！我和 Tina 也是提前了很久预定了一个周日的晚餐。它外面的建筑风格就仿的美国的店，是很像的这种的红砖的风格，还是保留了这种传统的特色。我们已经落座了，给了我们一个沙发的座位，整体的色调是偏暗的这种的。因为日元贬值的原因，所以牛肉的价格比之前上涨了10%左右。我们打算点一个两人份的就可以了。干杯！我点的是黑啤，缇娜点的是普通的生啤。哇，好好喝！店就在惠比寿，所以用的这个啤酒也是艾比斯啊。我还是觉得我这个好喝，我这个气泡小一点。那不正好吗？完美了。餐前包上来了，烤过的，热热的。两个种类，四块。豆豆，还是你会吃？以前干过肉夹馍摊是吧？面包如何？我吃一个这个法棍吧。好卖吗？这餐包好有韧劲，特别浓的麦香味儿，我喜欢吃这个。前菜上来了，要了一块培根，还有一个绿色的沙拉。地位啊，这就是地位，大家不用羡慕。我们要的是兰芝士的调料，它酱汁已经放在沙拉里了，尝一下这个沙拉如何。我吃出兰芝士的臭臭的味道了，人家服务人员估计会想，这小姑娘挺重口味的。这个菜好脆啊，西红柿也是很脆。这个培根也是他家特别出名的，很厚的培根，大概能有个半厘米左右的厚度。服务人员说，单纯这么吃已经很香了，已经很香很香了。但如果配上这个他们家特制的这个料汁呢，就是我刚才用来沾面包的这个独创吃法，他说会更好吃。这个培根的盘子都很烫，烟熏的风味很足。咸咸香香的。这个培根太香了，满嘴的猪油味儿。是吃过最好吃的培根吗？我觉得是近期吃过比较好吃的培根了。再配点他说的这个酱，应该会有很强的复合的味道。再吃一口，就是在原来这个咸香的基础上加上一点酸甜的回口，挺棒的。如果干吃这个很腻的话，配那个酱真的是很百搭。这个是宇宙吃第一人。餐包加黄油，配上一口浓浓的培根，我还沾了一点酱。我跟你讲，这个是中西合璧的肉夹馍。这一个小面包得不得个2000日元？无骂，太香了。这餐包最后来个黄，好吃。这个咸度配这个餐包刚刚好啊。这整个培根你都吃了一半了。马上就要上肉了，先给我们提前准备上一个防热垫儿，然后再有一个盘子给它垫起来。你的第二杯。吃前菜的盘子给换成了吃肉专用的盘子，然后这个盘子也是经过加热的，挺烫的呢。最高，美味しそう。どうぞ。嗨。5ヶ月弱かけて熟成をさせてるので、そのままで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すま
しバターとお肉の上にたっぷりとまたソースをかけします。そのままお召し上がりいただいて、味変に塩コショウですとか、またこのルーガーソースもおかけして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お皿はこのようにも熱いので絶対に触らないように。不错的样子啊，他在菲力和沙朗这面一面给我们拿了一块肉出来啊，这个是菲力的，这个是沙朗。哦，好吃啊！真的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叉子插进去就能感觉它特别的嫩，有那种沙沙的那种感觉。经过熟成嘛，里头的筋全断了。你说到点子上，就是我一根筋都没有吃到。火候烤的也好啊，嗯，真的好吃。哇，一刀下，是不是很软？对，这超软。哇哇，两边烤焦了，中间还很嫩，中间特别嫩，中间有点像吃金枪鱼的感觉啊。对，真的很像金枪鱼，太棒了！我再吃下沙朗的。这个明显下刀就比菲力这边会炖，就是会炖一些。从来都不知道，就美国牛肉可以做到这么好吃。因为熟成的嘛，它的肉就是品质会提升，啊，说不出几个档次。超市买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来尝一下这个沙朗，嗯，不一样吗？口感？这面更有嚼劲一些。洋葱圈如何？特别好吃，这个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洋葱圈好大一份，而它是裹的面裹的很少啊哈。所以还能吃到洋葱的味道，里面软软的，然后整体又比较酥的口感，特别棒。因为牛排上来了，所以我们又点了点红酒配牛排。而这个牛排咬起来特别的柔，肉香特别的足，而且回口是特别浓的那种黄油奶香味啊。对，接下来我们准备吃甜点了。刚才吃的剔骨呢，剩的最后的骨头，他强烈建议我们给打包带走了。生クリームシュラップといって植物性なので見た目より重くなく軽めにお召し上がりいただきます。哇，这么大！这不是我想吃的那种在美剧里面看的那种。是是是是，天明一块，这才叫 cheese cake！ 我的天，那块是我的。哎呀，自己那块打包，那块打包。我点了一个薄荷沙，这么话说应该是薄荷泡水。你点的是什么？说人话是什么？这个芝士蛋糕配奶油真的好棒啊！来大口奶油，今天这个蛋白质吃的可太多了。请美国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正不正宗啊？但是我俩吃的觉得是挺好吃的，比日本的。喝完这两杯解腻的茶，我俩带着这块骨头就准备回家了。终于吃完了，解锁了两枚金币，我就特别想要这个金币，太好看了。我不舍得吃，我觉得很好。你等会儿揣兜里化了。听听这是金钱的声音。特别丰盛的一顿晚餐，最后我们两个人花了是51000日元。在日本吃美国牛肉真的是很奢侈啊。感觉比和牛的价格差不多了。对，我们准备在 Abyss 这面散点步。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帮我们点赞关注，谢谢大家，下期视频再见。